笑，大仙不闹，我们来这一把，赌上五月的韩信。五月的韩信，我上了，智慧型打野，让我来。好，感觉要好起来了，对吧？我现在这个情况，那肯定是乱世。对不起，我这我哎呀，这小乔真的是离谱，我都开了个大招，你再死必须死，好吧，这个小乔必须死。好起来了，我一手击飞一个大招 ，A 两下，这个小乔必死。你再来，我真是这种碎碎碎。今天也要打起精神来。水星锤也打不动呀，大哥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今天必须。我受不了了，大哥，这预知的几月的韩信也没有预知了，这五月的韩信随便秀一秀，可以再来一把五月的韩信吗？不可以。大勇公会965365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